是谁？我是姐姐。可是说到孩子怕的，姐姐最怕的就是离开你。舅最怕的是什么？舅他很有爱心，可是他又很怕真的那个他很爱的东西。比如说他很爱马，或者是长颈鹿。嗯，对。可是他看到真的长颈鹿或者看到马，他会怕。可是舅其实，他擅长的东西他就很厉害，他就会很勇敢的去，好像他画画，他很好学，他很喜欢自己，他会自然说：“爸爸，我，明天我要去学这个，明天要学那个。”他主动的跟你说。他主动报名，像上课，我送他上学，然后放学要接他的时候，我说：“为什么其他小孩都3点多，你要6点？”他说没有，我要在学校做功课。他好乖。对，因为我不会中文，因为我不会中文，我没办法教他，所以就变成他说在学校老师教他方便。我觉得很欣慰啊，有这样子的小孩。对，然后特别好是什么？因为这样子他会变成一个榜样，给妹妹看。我女儿就开始向他学他了，真的自动自发。女儿开始学他说我也要去学这个，我也要学那个。比如说他进房间做作业的时候。然后我们就说 Grace， 你不要进去吵哥哥，他在做 homework， 在做作业。他说为什么他有作业我没有？我说因为哥哥在一年级啊。他说我也有一年级。我什么时候到一年级？我也要有作业。我说你要再过2年你才一年级。他两年是多久？又不知道。然后可爱的是什么？讲完了之后，他就自己跑掉。然后突然间你等他一看他自己拿了一张纸画格子。自己来做，坐在哥哥旁边，他也做作业，他自己做作业给自己做。哎呦，我觉得爸爸或者是妈妈看到这一个画面是，我就真的就坐在这样坐在床旁边这样看他们两个，很美的一个画面哎，而且他们又很乖，所以这一次因为父亲节很快就要到了嘛，你自己有没有说期望有怎么样的一个父亲节？没想那么多，我已经觉得我很幸福。我希望他们是开开心心的长大，该面对到考验的时候就勇敢的去面对，该去突破，恐惧的时候就去突破，对，然后希望他们是在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，所以我会。守护他们，对，我会永远，就是做我该做的事情，然后给他们最好的。嗯，爸爸不简单，要祝曹哥父亲节快乐，谢谢你，谢谢爸爸。64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。